对着弱势家庭来讲，过节其实是一件较困难的代志。今日市府劳工局就邀着大台南总工会甲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出了餐饮产业工会出人来北站，分做三条路线，将好食甲充满爱心的粽送到乎30户一灾劳工甲弱势民众的厝内。过日子要食肉粽，这是大多数的民众每当拢会有的体验。不过对弱势族群来讲，可能就比较困难。为了要让大家感受到过节的气氛，今日市府劳工局就由大台南总工会甲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出料，餐饮产业工会负责出人包肉粽来分送给弱势族群响应。因为他们讲经济歹，因的这个民俗节日就没有办法过，所以我们今天也在我们中餐，我们郭理事长以号召他的会员，我们包粽子。来由我们大台南总工会、我们劳工资源服务协会出这样的一个材料会，共同来修建，这会来关怀他们。啊，当然今日也要分30户，啊，每一户以10到20颗粽子为止，因为每一户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希望说，会让这个端午节这样的一个把爱气到送到他家里去关怀他。即间要送出来，总共是有30户，即在劳工也是弱势家庭，让大家拢会当感受到过节欢乐的气氛。滴滴肉粽封闭嘛是工会特别制作，唔单是料济实在，内底爱心可是一点啊拢未少。我们的郭理事长、郭理事长，伊平时啊都会教相关的餐饮这样系列的课程，所以咱这个粽唔是讲要去上这些弱势伙伴的卖，佮点得愈精精。包料个大料，内底很扎实，里面的馅啊怎么样都尽他们用心。尤其这些来包粽子的那些好伙伴，他们都是考过丙级证照的，所以代表他的功夫是水准之上的。非常谢谢劳工局这边这么照顾我们的族人杨玉兰姐姐。好，每一次有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她会特别过来这边关心。所以如果今后有更多的那个需要协助的话，我们也是要拜托一下劳工局这边。好，也谢谢劳工局这样这么支持，这么多人这么支持我们这样子，谢谢你们，谢谢。结束这之后，所来该继续赶到后一个地点。每一当市府的工作都会谈到过节进程，亲身来慰问弱势家庭跟一在劳工，献上亲切的关心。在这天送过来的不但是好吃的肉粽，也是来自社会温暖的关怀。记者郭佳敏，永康区采访报道。